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喜可教学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男女宝宝的穿着小秘诀。首先是女宝的穿着诀窍，穿着的重点在于要让尿垫服贴在生殖器上，所以女宝穿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轻轻的把尿垫往前推，让它像这样子稍微凸起来，这样宝宝的脚不管怎么夹，尿垫都可以维持这个形状，不会跑掉变形。我们来示范一下女宝的穿着方式。先帮宝宝穿上喜可裤，穿好以后，我们把它往前推一下，这样尿垫就服贴咯。男宝宝的穿着小诀窍，重点也在于尿垫的服贴，但因为生殖器形状的不同，在包的时候要制作出一个凹槽，让男宝宝的生殖器可以放在这个位置，这样不管宝宝的脚怎么夹，尿垫的位置都是固定的。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一下。包好之后，手可以稍微伸进去，做一个小空间给他，这样宝宝的生殖器就跟尿垫服贴了。我们今天的教学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其他的教学影片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